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既不需要大家搬家，而且也不会有危险。什么办法？搞一批武器，只要有枪在身边，谁来也不怕。这办法好啊！可是到哪儿去弄这些武器呢？再说了，就是有了枪，我们也不会用啊。这简单啊，可以让红叔教我们。是啊，其实打枪也不难。 徐叔啊，你见识广，人脉也广，你就想想办法吧。嗨，这还不容易嘛？像我上次似的，偷着跑到警察局把那东西给……行了，别提上次了。上次你差点把红叔给害死了。这回不害死他，这回我跟你们保证。哎，行了，这事儿啊，还是我来想办法，好吧？我就说了吧，还是徐叔有办法。<笑> 徐叔，您想。 这两个人一过中午就出去了，天都快黑了还不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别着急，妹妹，来，你先坐下，文远他们不会有事的。我知道，我也觉得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可是我这心里面怎么一直扑通扑通的跳啊？<笑>我看你啊，魂不守舍的，有徐叔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什么魂不守舍的？ 我是担心朋友，亏你还是姐姐，不理你了。太君，慢点，小哥，小哥，来了，来了，哦，来了，慢点，来了，来了，太君，太君。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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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本鬼子拖到小树林里，那俩睡得跟死猪似的，我们三下五除二。武胖子，不知道枪口不能对着人啊！你傻啊你！万一走火了怎么办？走啥？你小子拿枪对着我，我没有。文远，现在这枪是有了，可是我们都不会用啊。
哎，没事儿，打枪好学，赶明儿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好好练一练，很快就会。我还是不敢拿枪。这枪啊，都有保险，不会轻易走火的。徐叔明天都会交给我们的，你们不用害怕。这是准星，这是瞄准器。准星啊，把它对准目标。这有用吗？三点：目标、准星、瞄准器，在一条线上，屏住呼吸。把枪放下，你瞎摆弄什么呀？这枪多危险呀！把这枪给武胖子吧，我看着就心慌。想不到你的胆子真那么小。其实一开始啊，我也很害怕，可是今天徐叔叫我们开过两枪之后，我觉得打枪其实挺好玩的。好玩？我都快吓死了。还是把枪给武胖子吧，我先去梳洗了。哎。怎么样？这就说明有墨。对呀，这就变红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东西花大价钱买的？那可不嘛。不是，你这东西不真呐。说什么呢你？这东西我跟你说，一看这红颜色就是后印上去的。别说拿什么古镜，你就拿我们那普通镜子也能照出红印来。你说，你这倒倒的，你连这都看不出来。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你倒抖，你倒霉去吧！奶奶的，奶奶的，敢骗我！我今天非弄死他！我哎，胖，别拦我！哎，这。对照。
对照起来看。徐叔，从这双龙图上看，您看啊，这儿还有这儿，你看这儿啊，把这些和壁上的图对照起来看，藏宝的地点应该就在二龙山。哦，二龙山，你能肯定吗？没错，肯定是二龙山。事不宜迟，咱们今晚就行动。就咱俩？通知几位兄弟准备一下，今晚咱们向二龙山进发。是。文远，这件事你告诉过其他人没有？一来我怕知道的人多了，那个神秘人或者日本特务会得到消息；二来，徐叔，你也知道我家里人出了太多的事情，我不想我身边的人再发生一些什么事了。你怎么想？
你能这么想就好啊，文渊。你现在能够理解你父亲了吧？他是在保护你，他是真的希望你能够有出息、有作为啊。徐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我爹欣慰的。大家都准备好。应该就在前面。全体立正，听我的命令，现在我们马上出发，按照要求动作要迅速，大家精力要集中，听我的指挥，效忠天皇。准备，全体出发。你看，这边，太君，你们可来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们几个都在这边呢，正挖着呢，我就盼着你们赶紧过来，他们就在那边呢，要不太君咱们都过去吧。你带路。哎，好好，走走，这边请。哎，
文远，这不可能啊！从地图上来说，这双龙应该就藏在这个地方，怎么会？先别着急，也许犀角胚跟双龙图结合，只不过是一次巧合而已。真正的线索，我们还没有发现。盯着，谁知道回来他就这样了，是不是被他们给发现了？马上带人去搜，这里除了邢文远他们，一定还有人。好，来，跟我来。文远，咱们先回去。关于双龙的线索，再从长计议。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现，撤退。有时候我们要提防。
断了。钱景军，情况如何？他们在二龙山。是，他们在挖东西。挖到了什么没有？什么都没有挖到。他们一定是在挖双龙。可能吧，可是这个挖掘地点他们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呢？嗯，不过上山君，我们这次行动并非一无所获。哦，怎么讲？狗皮帽子死了。狗皮帽子死了？什么意思？杀死狗皮帽子的人不是邢文远他们，而是另有其人。狗皮帽子死了，杀死狗皮帽子的不是邢文远他们，而是另有其人。钱景军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狗皮帽子跟踪邢文远的同时，还有神秘人在跟踪狗皮帽子？事情，你居然瞒着我们！你真是……李妙，我不是瞒着你们，而是……你是不相信我们呗？邢文远，我们一路陪着你走过来，这其中是发生了很多令人费解的事情。但是现在这样，你也应该知道，现在你这个样子能陪在你身边的人，你应该珍惜才对。而且，几件事情过后，又证明了我们大家都不会是那个神秘人。你还要我们怎样，你才能相信我们啊？又是这个神秘人，真是个可怕的对手啊！只要他存在，我们夺取双龙的计划就会受到很大的阻碍。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呢？钱景军，我已经查明，邢文远他们之前去档案馆去查阅邢王两家的一些资料。嗯，难道邢文远他们也在追查神秘人？对，邢文远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神秘人无时无刻不在跟着他们，而且这个神秘人和双龙和邢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才去查。上山君，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？哼，可能性非常大。上山君如此确信？非常确信，因为我已经在一些资料里边
看到了一些端倪。邢文远啊，邢文远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现在邢家就只剩下我们姐弟两个了。我倒不是怪你不告诉我去找双龙的事，万一你再出点什么事情，你让我怎么跟我们的父亲交代啊？姐，我月书姐，她是担心咱们出什么意外，所以才没有和你说的。妹妹，你怎么老是帮着她说话呀？生活，这你还没看出来？他们俩现在是五胖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按你们洋话讲，好像叫什么罗曼克蒂，那叫罗曼蒂克，差不多吧，差远了。小姐，洪探长来了。洪叔啊，洪叔，都在啊，我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，快请坐，坐坐。人来了，二位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昨天晚上，邢文远他们去二龙山了。二龙山？对，他们去二龙山寻龙。结果呢？一无所获。上山先生是如何判定他们的藏龙地点的？这样，邢文远去二龙山寻龙，对于你有什么启示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双龙？那是需要时间的。好，我们会给你时间的，但是我可不敢保证你的母亲还有没有时间等你。你们敢把我娘的，你以为你把她藏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就可以这样怠慢我们吗？我们这是在合作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合作？整个太原城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合作？你放心，我们的态度取决于你的表现。你还是自己慢慢想想吧。好，你们带我去趟二龙山，我要看看他们挖过的地方。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。哎呀，洪叔，你看这西角配中的地图跟双龙图龙珠暗含的地图这么的吻合，这不可能是巧合嘛。文远说的对，父亲既然留下这样的线索，就不会是故弄玄虚。这双龙图跟西角配交集点就在这儿，双龙就应该在这里才对啊。可我跟徐叔确实没找到嘛。是我的老本行，你们不带我能找着吗？哎，文远，会不会是双龙图跟西角配的结合方式不对啊？你是说这双龙图跟西角配还有其他的对照方式？哎，我们一起琢磨一下吧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。老板，上山他们刚才带着大队宪兵向二龙山方向进发了。二龙山？对。他们去那儿干什么？看样子应该不像是军事行动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哎。
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政委，那我们跟着他们。是。会不会是你们没有挖到底呀？因为谁都跟你似的那么笨呢？哼。文远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一起再去一趟二龙山，我去看看土层，确定一下这双龙是没有埋在那里，还是我们没有挖到。快点，快快点挖。陈景军，把地图给我看看。嗯。陈景军，你看，这是二龙山，中间是山谷 ，A、B 两个位置，分别是山谷对应的两个点。可是。这个师爷是怎么从 A 点来断定 B 点是正确的呢？看来师爷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呢。钱军先生，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。钱军先生，你看这个。